今天来收房了，卖家还给每个卧室准备了新的床单和枕头，而且呢，所有的家具和电器也都留了下来。整个房子呢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而且这些装饰的东西呢，也都留下了。你看这个灯，它还可以变颜色。之前的这个房主还是挺会生活的一个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房子装修的还是挺有格调的。你看这个嵌入式的电视，还有下面的这个壁炉，这个壁炉是一个显示屏，它上面都是显示出来的。这个房子呢是位于洛杉矶的尔湾，而且呢它的这个区非常的好，高中就是著名的大学高中。今天一来就看到了这个，还是挺感动的。原来的房主呢留下了这种新的床单和枕头，而且像有的屋子里放了沙发，你看这个卫生间装修的都特别的好。卫生间里面这些材料用的都很讲究，这些屋里面的家具呢都是新的，都是今年的。你看他这个床一看就不便宜，当时呢也是跟原来的房主聊得不错，才帮买家把这些家具啊什么的都争取来了。基本上这个房子的状态就是拎包入住，你看洗衣机烘干机都是全新的。咱们再看一下院子，这里面也是原封不动的，所有的装饰啊家具都在，而且呢里面也有菜地，还种了牛油果、芭乐等果树，圆满的一次交易，也恭喜买家，感谢您的观看。